云。哇，好软耶，好像棉花糖耶，感觉好好吃哦。看那些树，好绿哦，好像绿花椰菜哦。是啊，感觉好好吃哦。看小南，哇，好多包哦。好像蚊子觉得你好好吃哦。这样好了，我们去找蚊子的幼虫，把它们除掉。哈？除掉？是啊，这样就不会得登革热啦。什么是登革热啊？这是种特别的蚊子会传染给我们的病，我们得到会很不舒服。如果小南得到，会传染给我吗？不用担心，是蚊子传人，不是人传人啦。Phew， 好险！什么好险？还是很糟糕的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在户外穿浅色的长裤长袖，喷防蚊液。蚊子喜欢在不流动的水下蛋，所以要检查家里有没有积水，例如花盆底下有积水的话，要倒在照得到太阳的地上，还要记得刷一下容器哦。这个很简单，我有会。好是好啦，但是蚊子很小哎。所以他们的幼虫应该更小，我根本抓不到吧？不是啦，蚊子的幼虫住在水里。那他们长什么样子呢？他们黑黑的，他们还很会扭来扭去。好，我找这边，小南你去找那边，我们20分钟后回来。好。抓到好多、哦、是啊，哎呀，他们好会扭哦。让我看，你的都好小哦，我的比较肥也比较大。真的吗？看吧，小南，他们不是蚊子幼虫啦。不是吗？他们是蝌蚪，是青蛙的宝宝啦。哎呦。